各位观众朋友，真欢喜你半时间来收看这个节目。咱在读创世纪，你拢会去读到一个真中心的观念，就是在讲到约，上帝甲人立约，啊，佮即个约，伫基督教圣经在讲的拢是甚物？一世人，啊，佮延续到伫子顺。 所以基督教伫看玉是一个什物种的玉，伊伫看玉，即、这个玉是一个叫做性命的玉，因为毋是敢若即个人的身躯顶是玉的延续到伫行行顺顺。啊，伊要用即个玉来表明延续到行行顺顺，常常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甲伊表现，就是族谱。 因为族谱的表示的就是生命延续一代，续接一代，这个得真有意思哦，所以那。 认真在读基督教的圣经，特别是读创世纪这本册，啊，得以看到两种的路线，拢定接连做伙。特别是创世纪这本册，伊一方面在讲着上帝甲人入约，一方面用族谱一直来在描写，即、这个族谱一代刷接一代，啊，拢讲着约的问题。基督教的圣经在讲着约。 较无伫讲新药旧药，咱今仔拢定听着讲哦，新药诶圣经，旧药诶圣经，啊，旧药新药，其实即是人伫分。对基督教诶信仰，伫看上帝甲人入约，无迄个入旧诶约，嘛无迄个新诶约，啊，伫讲一个中心诶观念，叫做生命诶约哦，即、這个是真重要诶所在。 啊，基督教的讲着入约嘅一个特色是上帝主动来甲人入约。譬如讲，一个上简单嘅例，就讲，迄个大水淹没全世界，上帝拣选那啊啊一马大水拢拢起，啊，即那啊伫即只大船嘅内面，甲只个动物拢拢出来时，上帝对天定。 出一个空，一个空哦。中文讲做彩虹，用这个空来出现啊，然后用声音来甲那啊，讲我甲你入狱啊。即、这个狱的表明啥物？表明上帝的约束家己。即、这个约束家己，就是得讲上帝约束家己要照即个狱甲人定即个狱。 以后无必搁再毁灭全世界，用大水来毁灭全世界，无必搁再发生。若是有日头出现的日，得有春夏秋冬的运转。即、这个彩虹会嘟嘟，会要多多对甲人讲，者上帝主动甲人讲即个约定。啊，上帝若讲约定。 圣经著是安尼讲，讲上帝若讲万行事就照安尼正，上帝所讲诶话绝对会正，因为伊会保守即个药。所以基督教圣经定在形容上帝是一个信实诶上帝哦，信著是信仰诶信，啊，实著是诚实诶实，讲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。 第是实实在在照所讲的话去行的上帝，安尼即第伫讲伊是一个受约的上帝。第二项伫基督教的圣经，伊伫讲的讲上帝既然给人立约，安尼第是对好人有恩典济济。 上帝教人入狱是得给人有恩典，啊，即、这个恩典著是得延续性命，哦，即正趣味吼讲上帝教人入狱，啊，入狱得表明上帝恩典，啊，即、这个恩典著是得延续人的性命。啊，上帝照即个要去行，换、嗯、一句话讲，人的性命就通安尼代代延续，代代续落去。 啊，即个就是咱对彩虹即个经的药来看到。咱咧看创世纪十二章咧讲到阿伯拉罕的故事的时，伊讲上帝敬阿伯拉罕啊了解伊讲，我要互汝一个药。啊，即、这个药就是祝福嘛，吼！我头先有在讲，上帝甲人入药的头一项是祝福，啊，即、这个祝福。 伊家阿伯汉讲要互伊啥，侪侪子孙，啊，然后要互伊诚做一个真大个国家，啊，然后要互伊得着福气，啊，即、这个福气会延传到伫别人诶身躯顶，安尼咱来看，侪侪子孙，要互伊诚做真大个国家，然后逐个人要因为阿伯汉来得着福气。 啊，即、这个是一个药吼，啊，上帝家己讲的，啊，上帝若讲，上帝照安尼去行，即是基督搞信仰内底一个真重要的所在，啊，上帝若安尼讲，话就会安尼正，啊，毋过问题出来吼，啊，必然头一个反应讲，吼、哦，上帝你，你毋好过束缚我哦。 我啊无惊啊！你搁束缚我，要创啥？啊！我财产已经真济啊！你毋要搁束缚我，我著无惊。啊！唔过上帝要有甲别人讲要互伊囝孙坐囝坐孙坐，甲亲像天顶的星，地上的土沙遐尼在坐，伊著无生啊！ 啊，无生你，互伊搁较济的物件，也是讲欲搁再束缚。啊，别人讲毋免我，我已经到遐无件哦，你毋免搁再互我什物物件。啊，我有对对对我的罗布内底拣一个人，名叫做伊里伊夏，和伊里伊夏来继承我的产业，无、啊、真趣味哦。 上帝教阿伯安讲，什物？讲无无无无无。无但系你亲生才有算，你家己敬的，迄无算哦。你家己生才有算，啊你敬的，即个依理依邪，这袂当真做。你的囝，但系你亲生。那位观众朋友，啊，上帝教阿伯啊安尼讲，啊，毋过囝仔的无，安尼这,這要安怎？ 我头先有讲哦，上帝若安尼讲话就安尼正。啊，毋过已经偌久，伊对离开老爸家是七十五岁，啊，已经出来十几年、二十年，拢总无啊，即马、這个代伊讲即个代志个时，得互伊真头壳疼哦。所以伫前回我有讲过，前礼拜我有讲过，伫讲虾物讲，啊，必然安甲上帝讲。 讲我要安怎麼知影你倒讲的一定会正，因为上帝佮己讲声，袂互你看见的土地，即、這、规、個、片诶土地拢袂互你，因为人若济，得需要土地；人若真济，无土地，即、這个是真危险，因为因不是爱搬砂哦，啊，爱去寄人的所在徛所以阿必来安路尾嘛冻袂掉家上帝门。 我要安怎知影你讲的是会实现？所以上帝底下讲，你排一个这段，后来真正排这段限制啊，上帝出现伫伊个面前啊，必然就对遐得到一个鼓励哦。即、這个鼓励著是确信，上帝安尼讲，上帝会安尼讲。啊，咱若在看，这拢是在讲着什物，在讲着。 上帝甲人中间的关系，人真乱种诶，定定会怀疑上帝所佮人入诶约，人会怀疑，啊，人会怀疑就会去问，敢有影？敢有影？敢有影？啊！上帝拢会甲人讲，我会照安尼行。所以，得看阿伯兰诶故事，上帝有几啊遍甲伊讲，即、这个约一定会实现。 后来上帝甲阿伯然讲，我欲甲你改名，伊本来名叫阿伯然，啊，即麦上帝大改一个名叫做阿伯的汉。即、这个阿伯的汉的意思是讲大国大族的老爸，大国大族的老爸，即、这个叫做阿伯的汉。 圣经的内面有几啊个,个故事，拢在讲着上帝共改名，啊无就是上帝呼名，啊，必然的咧摩撒来，本来叫撒来，落尾叫撒拉，即嘛是上帝特改名，讲伊要成做济济人的老母。咱阁看见有另外一个人，就是雅各，伊共雅各改名叫做啥物以色列，哦，即个也是真特别的所在。 还阁有一个人的名是上帝伊号，一个叫做约翰，著、就是惊说咧，约翰萨加利亚甲伊丽莎白尼老所生的囝，这拢在表明上帝会讲好名，上帝会讲改名，无论是改名号名，拢在表明一项，上帝甲即个人有直接甲密切的关系。

咱拢会当安尼了解啊？就讲上帝给人利用，譬如讲上帝甲阿必然讲，我要互你看到即片土地，拢总要互你。啊，即片土地得今仔日来巴力试探。但是什，什物时阵伊的子孙以色列人家摕到即个土地？阿必然我百几岁伊的子伊色列各在哪个？阿到。 伊的子孙离开哦，摩西船离开埃及，倒转去回到约书亚时代，踏入去迦南地，安尼已经是五百外年以后，上少计算应该拢有六百年。咱用即个去想就讲啊，上帝利用哪底遐久，安尼个约有啥意义？ 即都都伫讲即个问题，基督教圣经伫讲上帝若讲绝对会正，但是会正毋是伫表示讲即马现讲现实现。有真济时阵是现讲现实现，但是欲我有伫讲欲伫表明啥物？上帝恩典啊，即、这个恩典人若要承受，需要啥物？需要耐心去等待。 这嘛是希伯来书、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讲信心是啥物？信心就是你看未到，你看未到，你望未到，但是你有安尼确信。你看未到，你相信一定有，迄个叫做信心。啊，咱在看上帝给人立约，上帝己讲在立亲生，所以。 萨拉头一个想到亲生，安尼就是我的丈夫亲生。伊毋捌去想到讲对伊的身躯顶要亲生一个囝，伊毋捌去想到这個。原因是啥物？已经年老八十外岁的人，所以伊头一个想到阮翁做准，所以伊就。 伊个红师讲，上帝既然讲爱你，亲生，安尼真简单。我个身躯边有一个女边，名叫做夏格，伊去甲汝困做伙，通替我生一个囝。夏格若怀孕，因伫圣经个时代，迄、那个方法著讲，女边若替伊个主人来生囝方式，著是伊爱坐伫主人个大腿。 啊，是坐伫伊诶心情内生，爱逐男咧啊，互伊、啊、生出來，啊生出一个囡仔抱来，就是即个主人，主人抱伫身躯顶，啊，即个讲啊做替我生囝，所以是家负责生囝。哎、欸、呀，即若咱诶圣经就有即个故事，咱诶现代用语叫做继父生子，吼、哦，咱现在有即个语言叫。 照人的目度来生计，所以撒拉伊得是去想这会当照下个一目度来替我生计，啊，这个计叫做一神马里哦。那在看这是撒拉在想上帝的应允，所以伊才会去做这个准备哦。咱在看这拢是在讲着什物人对上帝应允的注解。 所以，上帝对人讲话，啊，甲人入约，啊，逐个人对即个约定的做，解就会无共款。我有甲人讲过，创世纪第二章，上帝甲人讲，爱甸园内底有两种树，一种是生命树，一种是分别好歹的树。上帝有甲人讲。 迄种分别好歹，树，一鬼子绝对无食，食了会日会死去。而人，的想的毋是安尼。人听什物？人的话？听有些的困难，即、這个魔鬼撒旦，有些的困难的讲的话，的讲的话的是物的讲。 你食了未死？上帝甲你讲的是，其实无影，啥那无影，因为上帝惊你。惊你食了时，目睭会开。上帝惊你食了，目睭会开，佫会分别好歹。即、這个分别好歹，意思就讲、是，你有够额的知识财物来决定你所欲爱的代志。哦，这人相爱，<laughs> 问题是伫遮呢？迄是解说，你安怎去解说？上帝甲人所立的药，迄种分别好歹的树，就是一个药的记号。伊、就、讲、是，迄种毋好食，即、這个是药，食了会是，即是一个规矩。啊，唔过人较爱听魔鬼解说的话，魔鬼来讲。 未未死，所以迄是该说哦。该说讲未死，啊会安怎？你会亲像上帝，所以因为会亲像上帝，遐尼得有亏啦。所以上帝才甲你讲迄未使食。啊，这是该说人若去听上帝话，人无去食。啊，今仔日迭都拢无共款。无圣经的作者就是得甲人讲。 人常常做错误，会改错，啊，这种则是真正的问题。啊，咱达看一个萨拉就是安尼，萨拉认为讲上帝既然讲得阿伯拉很亲生，伊无伊想着讲迄个亲生是对阿伯人到底伊，哦，阿伯拉罕包括是伊，伊无安尼想。 也想讲是敢若阿伯来汉丈夫查甫人诶问题，所以伊就家己来想，既然是爱阿伯来汉亲生，所以我就将我诶女婢搭送入去含伊当房，阿来替我生囝出来。后来咱得啊看，这得是一个药诶问题，得造出来。 啊！伫这个十七章，伫讲到这个立约的时阵，就是伫讲到这的问题。所以上帝啊，必然讲无一定爱你亲生。啊，再来就是，伊搁再一边台讲，我要互你大国大作，你一旦得着，后来咱同在下家，因为有得着怀孕。 对于得到怀孕，伊头一个在想到，就是伫家族的内面一直有势力起来。因为一怀孕伫当时的社会，就是表示愧难哦，表示有难。虽然同乡的社会拢会安尼讲，讲侪囝侪孙侪福气，其实不一定是安尼。毋过一般嘅观念是安尼的看。 虽然伫看萨拉，后来后来有即个态度，但、就是发现即、這个下家对伊开始无礼貌，伊真无欢喜，啊就走去甲阿伯人讲。后来伊就开始对阿伯人，那个得着一个官兵讲：“伊毋是我个车，伊是你的萝卜，萝卜就是你的管。” 所以，下家对迄个时阵艰苦，挡未牢，才走离开阿伯爷阿家。无上帝天师讲，你爱倒转去，倒转去你的主人的所在。上帝有家，下家应运一个真主要的约，没予伊的囡仔坐坐。 所以伊个仔孙通过一十马年，搁再生十二个仔，安尼就是讲下家有十二个孙，啊，这十二个拄，甲心人同款，甲雅国生十二个子完全是同款。咱会当对这看到一人英上帝应允，毋是敢若伫雅国个身躯顶。 上帝应允，嘛伫圣人的身躯顶，伫伊是马利的身躯顶，互因两个人平一平拢生十二个囝仔。啊，这就是圣经在讲、就是、上帝应允祝福，啊，得爱对上帝所应允嘅祝福有信心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咱一定有真济人。 用什么来得表明甲上帝立约？著是用洗礼。即个洗礼，的表明,和的、就是這個、表明人甲上帝立约。啊，个通讲是真重要。所以，伫基督教教会内面，看洗礼是一个生命约定。毋好唔好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讲洗礼的得救，毋是洗礼是一个记号。 这个记号在表明你甲上帝中间有入药，迄、这个药是用说礼来在表明，啊，问题是伫倒位，你安怎伫接受即个药？有个人说礼了，并无照去工受药，啊，若安尼说礼著是等于无意义。啊，是说礼，若无照迄个药去行说礼，有时阵在表明。 在看清甲上帝中间入药的意义，所以观众朋友要注意一项：，你若甲真正要食咧，著、就是得甲上帝入药；，你若甲上帝入药，你得照迄个药器件，因为迄是什物生命诶药。然后即个生命药食咧就有意义，因为你有接受即个药器件。 啊！得去对这个药有信心。这个药的信心，伫约翰三章十六节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什么？互信靠的人，未定论会得到应话。即个应话，著是在讲永远立约、永远的生命。真多谢你，半时间收看即个节目，平安。